15岁就随我爸移民来了澳门，从此赌场就成了我的家。我是洛杉矶一个小小不言的房地产经纪人，世界上有我没我不会有什么不同。能跟我谈谈什么是爱吗？谈爱实在不是我的长项，因为深爱太伤人了。爱既然可以做了，那谁去谈呀？保保留的把心放出去，就害怕有一天得自己一个人疗伤。可要是不再试，你又怎么知道那个人是不是最对的？我多想他就是你。So just go. 就是你吧。